我准备出钱买羊，然后请放羊的羊倌一起吃一顿，看看我们的挑战。在康保县美丽的草原小树林里，我发现了一位正在放羊的羊倌。只要车子有点油，海哥带你量地球。大家好，我心心念念想在草原上吃一只羊，今天机会终于来了，我身后就是一群羊。现在我们去找到那位羊倌，然后邀请这个羊倌放羊的人一起来吃，我们去尝试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答应。你好，大哥。你好。哎，看得出来是一位北方汉子。大哥，这是您的羊？多少只啊？100来只。您自己的还是帮人家放啊？自己的。我能不能买你一只羊？哎，这不能买。不卖还是？这会儿不卖。不卖羊啊？为啥呢？这会儿没标。没标啊？那什么时候能卖呢？再考虑些，给8月15个钱就有了。8月15。我呢是这样的，我想买你一只羊，然后去您家里啊，跟你一起吃了。哎，那个时候不买。你看行不？不行。我买你一只羊，跟你一起共享。哎，顾不了嘛，这顾不了一个。钱我来出。你这钱来出，我们顾不了。您是没空还是？放羊没空，他说。大哥，能交个朋友吗？交我吗？握个手行吗？行，我这个。我们是来自江西的，专门做旅游的。哦。然后就是看到你这里放羊，我们就准备说，因为我们五个人嘛，你看啊。我们准备买一只羊，然后上人家家里，去把羊吃了。哎，那个谁，没空儿，咋嘛？是没空。没空。主要时间为什么没空呢？国家里忙嘛。家里顾不能，家里活多。哦，家里活多。那等着你把羊，就是赶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再买你一只羊。赶回去的时候，到咱们到台7、8点了。7、8点了。嗯。7、8点了，宰羊来不及是吧？嗯。那明天也行啊。顾不能，没一根顾不能。天天要放羊。天天要。哎呦，人家天天要放羊。我看这个羊肥得很呢，你说没长膘，很肥了，不长肥了还。大哥，您贵姓啊？姓王。王。王大哥，又遇到了一位隔壁的啊，王大哥放羊。这个是牧羊犬吗？不是，是也就刚学练了不到年羊了。他会那个赶羊吗？不会赶。不会赶。这羊挺肥的，你看一身膘，这羊好吃啊！大哥就卖我一只。不能卖。你养的羊不就是卖的吗？听到我诚挚的话语，大哥若有所思。我想他不是不肯卖羊，而是不信任陌生人。你看行不？卖给你行，我们顾不给你宰，给你宰是顾不跟你吃。就是没不会帮我宰。会宰给你，宰能给你宰了。会给我宰。嗯。那给我宰完就，我们在您家里就自己架口锅，自己来吃手抓，你看行吗？我们那个是国家没块儿。不用您动手，我们你看几个人呢？我们自己动手，然后吃完。不是吃完，是跟您一起吃，跟您一家一起吃。吃完了，然后就您抹抹嘴，我来付钱就行了。你看这样行吗？明天吧。明天？嗯。确定？确定。啊，王大哥。王大哥好。还是隔壁的好啊。
那我们留个联系方式。啊，留吧。啊，那明天什么时候？明天什么时候？嗯，早上干个8-9点吧。早上8-9点。8-9点宰羊。哦，宰羊。9点，你看9:30行不？行。就是因为我们起的比较晚。哦，行。9:30，那么就过来，您就给我随便挑一只，你认为可以卖的，啊，就跟你们家一起吃。行。吃完了，我们上朋友又交上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羊肉又吃了，对吧？嗯，行。啊，行啊，王大哥啊，爽快。啊，行。啊，嗯。Nice。就这个村。就这个村。就这个。这个加油站后面。就加油站，我在加油站这个前一排排住。哦。加油站的第二排。第二排，第三排。第三排。反正我有您电话，明天就打您电话。好。啊，您放心啊，这个是传递正能量的。啊，我们在录着，您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好的。那谢谢您。我们明天再见。明天再见。一定上你家吃羊肉。谢。我那个，其实面对我们是有点胆怯，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好的，很淳朴的人。再见。再见。哇哦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羊是吃定了哈。来到北方啊，我心心念念想找一个羊倌吃羊，但是总有点不现实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养羊的人，不管他家里多少羊，每一只羊都是从接羔的时候，呱呱坠地，然后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。所以都像自己的孩子，你要吃他的羊，人家不会宰羊给你吃。所以我们思来想去啊，想要在羊倌放羊的时候找他吃羊，那么只有我们出钱买一只，然后跟人家一家人一起分享，这样既可以探索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也可以跟当地人交上朋友，这才是我的愿望。但愿明天能够梦想成真，我们期待明天可以跟王大哥一家吃上我心心念念的羊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